吸烟，无论是吸烟和二手烟，均容易诱发鼻炎。二手烟呢，是被动吸烟的俗称，即非自愿吸其他吸烟者吐出来的烟雾的行为。二手烟实际是由两种烟雾造成的，一种是吸烟者吐出的烟雾，称为主烟流；一种是香烟燃烧时产生的烟雾，叫侧烟流。不吸烟的人呢，无论是吸入哪种烟雾，都算二手烟。香烟损伤呼吸道的有害因素主要是一氧化碳、碳氧化物、含硫气体以及氰化氢等挥发的有机物。